按序分期申请 BNO 护照计划现已实施。在1967年至1971年出生的香港英国属土公民，如果想在1997年之后继续使用英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，就要在今年10月30日之前申请 BNO 护照。合资格人士如未能在限期前提出申请，在1997年之后将无法使用英国护照旅游，除非因特殊情况，否则过期申请将不会受理。